壮丽大屯山，陪伴着轻快流向大海的淡水河，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甲咱斗阵为台湾打拼。这个节目是从生活中有关自然、文化、环保、生态的记录，用多元化的角度来关心咱的心灵和生活。绿色生活，绿色生活，吴素凤主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啊！今天拜六的时间又过去，真真热一天哈。不过呢，心静自然凉啊。今嘛呢，咱也未讲主题以前呢，今仔日播出的方式较无同款。我今嘛呢，就请哈、啊、一位哈、啊、邱丹妮哈、啊，丹妮哈、啊，就请丹妮呢来带咱诶唱一条歌。啊，首先呢，伊先带来，来讲这个歌词。好，丹妮，请。父亲是李勤华老师，你若是美丽的导师，我就是围着你四周围，影影细细，为你殷勤固守的海岸。我若是孤单的导师，你就是围着我四周围，影影弯弯，甲我恋爱袂煞的海洋。伫东边，我是臃肿苦渴的盐花，予你一切长途甲惊吓，安心靠点我的肩胛。伫西边，我是温柔体贴的沙花，看看甲你呼，甲你笑，安慰你所有受伤的痕迹，爱，予咱做伙，亲像天，亲像地，爱，予咱做伙，遐尼久，遐尼济。是美丽的导师，我就是为你的四周围，影影细细，为你殷勤固守的海岸。我若是孤单的导师，是为你我四周围，影影弯弯，甲我恋爱袂煞的海洋。伫东边，我是臃肿苦渴的盐花，予你一切丢丢甲。是周围，影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咱即马呢现场呢拍鼓声吼，唔是一个人拍鼓啊吼。今仔咱坐伫遮现场呢，满满吼啊。邱丹妮呢，伊本身呢是咱这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甲台语文学系诶硕士生研究生吼啊。伊今仔日呢唱这条歌，拄啊你安尼听，是毋是真好听啊？可能呢，你对伊内面的内容吼，毋是讲听落介清楚，但是伊的音色介字达，甲伊这个这条歌伊内容呢，咱听落拢感觉吼、哦，听落足感心的，真正是真好，歌声阁真好啊。所以非常谢谢邱丹妮吼，拄啊雄雄呢，丹妮吼，伊要因为伫办咱的这个现场呢，要会当弹吉他现场来唱吼，啊音色会当接。这样好哦，就实在咱的设备也未歹啦啊！那丹尼啊，唱得非常棒。那丹尼呢，还有机会再上我们的节目啊！今仔日呢，我是安来安来讲，因为对今仔开始呢，我想讲咱的历史生活，咱的节目呢，做一个较有意义的代志哈啊！这较有意义的代志是啥物事呢？相信大家拢知影，咱的这。台湾的这个社会呢，咱咧讲话讲会通，会语言呢，这话有啥物？有台湾话啦，有客家语啦，有原住民的话。啊，原住民即马已经讲16族了，以前讲9族，即马已经到16族了哈，登记到第16。所以呢，对咱台湾来讲，哇，啊，这侪语言啊怎么办？所以今仔日都会来讲，咱咧其中有一个语言是足通常，但是呢，买可能成自然生态感。款吼，讲爱有一寡保育啦吼，一寡动物爱保育，一寡树种爱保育。啊，但是呢，语言是毋是呢？无用，伊嘛是会消失啦。啊，是毋是咱爱去来去想着？而且呢，这语言的部分，这讲话的部分呢，拢是对家庭来做起。啊，即马阿公呢，甲孙阿咧讲话拢讲，毋是讲台语，是甲伊讲什么？讲这咱讲华语吼。啊，较早呢，阿公呢，甲孙是讲台语。阿孙嘛要讲台语，所以慢慢渐渐可能呢，咱的囡仔会晓听，未晓讲。过落来呢是听也无嘛，未晓讲啊，这自然呢，这个生态也会消失，所以一定爱来保育，所以咱爱去重视，要安怎来修好这污染。所以今仔日呢，我所邀请的东西呢，咱伫这台语界吼啊，中间的一寡前辈或者年轻人，因有这体。所以呢，对今天开始呢，来谈咱甲台语有关系。所以呢，咱这个对今麦开始呢，咱的主题讲做伙来修台语哈，大家做伙来听修好咱台湾的母语哈，以这做主题来分做背景哈。啊，这内容安怎呢？咱第二段再来讲。所以咱来先介绍咱今天的来宾。第一个呢，就是。咱较资深的前辈吼，陈兴国陈老师呢，伊是报道联播网的台语顾问吼，伊本身呢嘛是伫对于这个台语音字吼，还有台语的评审这方面呢，伊拢是内行的，而且呢，伊嘛是咱讲这个前世新大学广电系的台语老师，吼、哦，嘛是呢，咱前台语社的社长，所以陈宪国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宪国。好、哦，那第二个呢，就咱较少年的哈，咱周盈成周老师，周老师你好哈。伊、哦、本身呢是以前呢驻外记者，啊，即马伫公司新闻界的中心的网站，伊每礼拜拢有写播哈，即、這个用台语哈，用台语文来写，以及寡国际新闻的专栏哈。所以对伊来讲呢，伊对台语。这方面呢，当然伊嘛是真有研究，所以今仔日呢，嘛请咱周盈成周老师会当甲咱做分享。周盈成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盈成。是啊，第三位呢，就是咱苏世雄苏老师啊，伊嘛是台语文的
资源教师的这种高中啊小学啊，本身呢从事这个影视戏剧的编导齁、哦、有四十多年了，所以对于来讲在北投社大啦、大同社大啊，最近呢北投社大的这暑假班都有呢开这个台语课啊，这方面的啊，这方面呢，到底是啥物事？这嘛是啊，咱以前我的节目，咱都前礼拜都讲过，不过第二段会个大家介绍啊。啊，伫只欢迎苏世雄苏老师。哎，我主持人我老师好，我是苏世雄。是我讲的话较无健康哦，是啊。咁样咧。因为吼、哦，面对吼、哦，即系吼，第一届嘅吼，即前辈吼、哦，我实在真紧张吼。因为呢，咱哋节目呢，拢做做轻松嘅，所以伫家呢，要来讲咱今仔日嘅第一个主题是啥物事啊？所以即我都有讲啊，咱台湾嘅语言吼，讲起来吼，交通嘅语言嘛，真多。所以呢，咱今仔日嘅主题是多语言嘅台湾社会哈。这里啊，这语言刚好到顶哈，后面个问号啊，这样都来请教啊，请教咱老师哈、啊，那我们宪国老师哈、啊、来请教你哈，这样我讲。台湾的社会多语言吼，拄啊，我开头已经知道，大家拢在讲哦，讲的话作者啊，是安怎咱的社会有这么复杂的多语言社会呢？多谢主持人哈。因为阮一群朋友伫招待伊，所以阮希望大家做伙来招待伊，好啊。因为今日头一场，是、啊、可能是我是年岁上侪，哈、啊、哈。所以叫我来拉头啦、起头，哈、啊。主亲啦，今晚拢无讲年岁侪。讲这个多语言的社会，因为咱台湾大拢知影是多族群的社会嘛。是。但原来就是有真侪原住民较早做。平埔族，甲即款迄个山地原住民嘛，啊，以后咱拢讲做原住民哈，啊，因为咱较早，比如讲较早有只高族嘛，是，啊，其实伊不止高族，是安那不止高族，因为语言无共款嘛，是，语言无共款嘛，伊本来因就做只语言嘛，啊，所以啦，即马知影讲哦，至少台湾即马有法定有十六族，其实。不止十六族，像我的另外一族，我都唔是十六族内底吼，啊，啊个两族嘞吼。啊，是。迄、那个啊，因咱族群遐尼多，嗯，啊，语言无共款嘛，对，语言拢无共款嘛，啊，所以可见咱台湾是一个多族群的语言嘛。嗯。啊，过来就是，迄当阵荷兰人来台湾来侵占台湾以后，啊，伊都有对中国大陆迄边吼，对中国迄边呐，有找一个迄个来人来遮做工嘛。来家替荷兰人做工，比如讲种甘蔗啦、去糖安尼吼，啊，所以来慢慢坐啊，都有这个，迄、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比如讲伫福建那边过来的，嗯，慢慢啊，佫有客家的人佫做来台湾，是，啊，所以佫一个语言造出来啦，嗯，啊，以后啦，伫1949年国民党战败，走到台湾的时候，有真侪对国民党来的，哦，迄个足侪啦，迄、那个足侪语言啦，足侪语言啦，啊，所以可见咱台湾是足侪语言伫遮吼，啊，这是。现实的社会就是安尼、嗯，啊，语言这个议题，大家拢知影，这个最近足事件嘛，啊，大家嘛拢当地讨论吧，嗯，啊，尤其是讲，这个单调完的，因为语言太侪，啊，所以有时要沟通的时都不方便嘛，啊，大家就讲啊，无来统一这个语言，其实这是错误的，嗯，联合国的这款那个，伊这个教科文组织哦，伊讲语言呐、啊，是个族群文化的根呐、啊。是，今你若无去哈，你的这个语言都失去啊，啊，族群都无去啦，啊，这个是这联合国伊迄个公定的这个原则，就是安尼嘛。啊，讲是这语言，那遐尼济语言啊，敢有啥物问题？无问题啊，因为世界的真侪国家吼，拢是这足侪种语言嘛，唔是干那独一这个语言嘛。啊，咱过去因为是这个。通知者为了通知方便的关系啦，啊，所以伊拢干呐推荐一款语言，干呐伊规定讲即国语安尼哈，系个地书个即马咱足侪人个母语拢无去嘛，可能我是先拿这个话头，大家各互相来讨论来检讨一下哈，这个语言这政策到底是对还是唔对？那陈老师啊，
即你拄啊吼，陈老师你拄安尼讲吼，其实即马讲起来吼，多语言你有感觉无？咱即马伫咱尤其咱即台湾即地区吼，咱伫台湾的即国家内面，咱会发现讲，有诶嘛在讲英文嘛有听到啊，日语嘛有听到啊，韩语嘛有听到啊，啊，即是毋是话算是咱尤其个有外籍吼，所谓外籍就外国人伊嘛来这边有婚姻关系啊，伫遮或者移民来伫遮。啊，这声吼，这语言遮济，啊，你也感觉哦，对一个台湾的社会较有影响。照讲吼，所有国家伊拢有一个、有一个国语，是。比如讲新加坡伊国语是马来语啊，是。啊，日本人伊国语是日语啊，但是伊个有一个官方语言，官方语言啊，官方，官方语言就是 official language 哈、啊，大家拢会当用伊个官方语言去表达伊个意见嘛，是，因为。伊用伊个母语去表达意见，是上自然的嘛？伊表达个上好嘛？啊，你要叫用一个伊无熟悉语言去表达你意见吼，伊不一定表达得好势啊。是，吼、哦，这是所以语言真多。比如讲，你即马所拄多少所讲的，即款新住民的语言，它真重要啊。比如讲马来语、印尼话、印尼话，看马来语是别话的哈，啊，越南的啊，菲律宾的啊，吼、哦，菲律宾的达格洛啊，真侪拢真好啊。啊，虽然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优势，咱台湾有真侪个南岛迄个语言的语系，然后走去走登啊台湾啦。咱讲台湾的原住民是南岛语系即款发源地啊，即摆应该拢走去登来啦。我感觉真好啊！哦，咱学较侪种语言的时候，对咱的即、這个对外迄个发展嘛，较有帮助啊。我感觉这未歹啊。哦、啊，唔是讲有问题啊，绝对无问题啊！你会当有一个官方语言，啊，冇一个即款迄个官诶迄个国家的语言，未歹啊，真好啊！是啊，陈老师啊，这样讲的讲，咱有多语言的国家是真好吼、哦。咱对外，尤其呢，对咱来经济来讲吼、哦，我们需要靠这个贸易吼、哦，这贸易来达到咱经济的发展。但是呢，那个讲者，咱这个在咱在讲修台语啊，想要爱修台语。阮这号做酒台语，酒啊，酒台语，台语唔同是啊，酒好调啊。啊，想要会想讲要来酒好调呢？因为台语来失去是，咱的族群都拢无去啦。咱规族群都拢无去啦。是啊，咱的族群是因为即马咱族群作侪嘛，所以讲起来是咱的族群是啥物？所以咱即马台湾就是讲，咱台湾即马以语言来做基本来讲是，那是咱迄个族群啊。咱有迄个讲迄个福建话啊，是闽南语，我做闽南语啊，啊咱讲台语哈，嘛客家啊，客家嘛足水啊，啊客家因嘛是台湾即族群啦。是啊，你客家呐？客家人从消失去的时候，这族群都无去啦，是，这族群都无去啦，是。啊，所以多元的文化，这是上个进步、上个进步的文化。是啊，所以老师恁加一寡吼，那前辈啦、带迄落教授啊，是安那要救吼，是不是有感受讲？我拄啊讲的，台语无听，愈来愈无人会晓讲。就是因为啊，无人会晓写语言，是不是有语言的都会写字？对吧？这一个问题，请教。语言一定有文字啦，文字咱较早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吼，汉字甲是字，唔是汉字就唔是字。好、哦，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啦。是，比如你东南亚人拢嘛用迄个 A B C D 的拼音笔的做文字啊，哎，方便啊，因为八字足紧的呢，因若会晓讲，因着八字啊呢。啊，咱是较早爱读起来足久较八字啊，这是咱过去的这个，可能咱的过去的语言教育吼，我认为讲是一个失败的语言教育，你知影？就是讲，咱爱学八字，爱学足久较八字啊。较早有这十年创下无人问对不？爱读十年较八字，啊八字佫无一定讲就会进入学问。但是因即摆迄个，比如讲南岛语的人，因若是会晓讲话时，爱学八字啦，足紧毋免一礼拜就拢八字啦。是，啊，这嘛是因的优点啊。所以讲起来就是讲，咱台语哦，不过咱讲咱较熟悉咱的这个台语吼，咱对电视吼拢会当看到迄、个影啊，甲迄个字啊，电视呢，以往啦吼，以往拢是咱讲的是讲国语啦吼，国语讲国语的，那从迄个字甲迄个音拢无问题啦。啊，即马呢做这本土剧的吼，咱台语的这尤其民视啦，有当时在讲出来的台语甲迄、那个荧幕吼，电视的迄个荧幕显出来的迄个字吼，佫无同款，啊，是不是表示台语无迄个字？这无迄个字做表达。台语绝对有字，但是问题是，你按那个定义做字，汉字嘛是字，是。迄、那个较早
一寡中央教会阮迄个牧师来台湾，伊总别位置迄嘛是字，是，迄嘛是字，哈、哦，啊，你即马南岛记的伊嘛是字，啊，所以你看那去定义字嘛，你若讲用写汉字，会当写写汉字，像日本讲话，日本因为用汉字啊，爱嘛用看呐，嗯，哦，啊，迄些拢是字啊，啊，所以你若讲定汉字是字，啊，拼音嘛是字，那、啊、就 OK 啦，哦，那、啊、就无问题啦，唔是讲汉字才是字啊，那安尼全世界唔着大部分人拢唔捌字。干汉字的人较不知呢，这个是这个观念，安尼观念安尼呢。是是，所以讲起来就是讲啊，安尼讲起来，咱拢会使写，但是这么侪确实啦，咱讲吼，这么侪语言刚好到顶啊，这句是佮代表什么意义？这意思就是讲，大家爱互相尊重个人的这个语言，嗯、个人的文化。是，像比如讲客语客人，我话客人足厉害呢。客人伊客气也要讲啊，嗯，啊，但是咧，伊嘛也要做好讲好多话啊。是，这是我感觉讲，因客人比咱这个所有好多人吼、哦，较厉害所在啊。嗯、啊，咱嘛是嘛所以学习啊。比如讲，我倒嘛学过客话啊，是，啊，我嘛学过南岛语啊，嗯，我嘛学过足侪语言啊。虽然讲唔是足好讲，但是有学过，表示讲咱这对这个语言较重视，咱嘛尊重伊语言啊。是，哎。啊，安尼，陈老师照你安尼讲吼，咱要学这个咱台语，就讲会晓讲台语的人，要阁学别种的语言，是毋是有一个基础？是用波波摩，还是用这个英文的字标，叫做音标？要用那什么种的来学较紧？吼、哦，就是讲文字吼，波波摩是较早国民党当阵来台湾的是因创作出来啦。嗯全世界都不能用波波摩啦。嗯，你用波波摩，你要写，你我都写出来，是你嘛，无多去用咩啊传出去，你嘛无多传播啦。嗯，啊 ，A B C D 是大家全世界差不多通用，拢是用 A B C D 嘛。啊，所以用 A B C D 这各部嘛有定出来，有一定是都系统出来，包括 K E 嘛有哦 ，K E 嘛是有，啊，这个好多位嘛是有，甚至南岛语嘛是会当用这套来去讲，所以用这套来讲的是来学的是继续紧的啦，继续紧的。是是，都、就是爱用你拄啊讲的这套，这套都是咱就这要较具体来讲，这套是啥物事？就是教育部即马定的讲的台罗平字啦，哈、哦，平字吧。啊，这含教育迄嘛是会相通嘛。是。嘛是通用嘛，是是，所以陈老师哈，陈宪国陈老师，你安尼，对于这台语哈，这方面哦，非常有深入的迄个研究哈，所以讲起来是安怎要就相信是，咱惊讲台语呢，愈来愈无人讲啊、哦。第二呢，台语呢会晓讲，但是呢会晓讲的人未晓写，所以咱即马希望讲会当讲台语的人，嘛会使用这写的方式来表达，互人看有，是不是爱行这方面来去做？是啊，这个语言哈是讲的嘛，嗯，啊文字就是要写出来嘛。是啊，你若大家用淡薄个时间去学习这个安尼哈，嗯，没偌久的时间，你差不多拢会晓写，会晓讲啦。是，你若会晓讲是，你得自然写会出来。是，就是安尼。教育部咱有定一套系统嘛，是就讲有偌济汉字，啊有偌济拼音字，啊会当参入去用，啊就要写出来。嗯、啊你讲出来，若是安尼写出来，就是安尼嘛。是，哦、那老师说，你专家你讲的，你讲安尼学无唔对啦，就照这咱讲这个定数来啦哈。啊，但是一般的人，可能咱即马国民教育嘛哈，国小嘛哈，啊加国，如果啦，一般的人拢差不多伫这国中这个阶段啦哈，啊有希望讲要学，这个、路要安怎去行？其实啦，即马迄个全台湾的所有学校拢有教啦，科技有教科技，啊，这个好多有教好多话哈，啊，伊拢有一套迄个系统。是，有这系统啊！你若会晓学波波摩吼，你绝对这绝对会晓的啦。哦、你若波波摩会晓，这绝对会晓的。嗯，不是困难，就是讲咱过去因为教育的关系，错误这一个观念，所以你看到不是汉字就惊。哦、啊，你若 A B C D 都会晓讲啦，你都会晓用啦，你先啊会去惊 A B C D。是，哈、啊，咱一直拢看到 A B C 就惊。啊，你若波波摩你根本作习惯，其实你电脑要操作的时候，你波波摩就无作未习惯呢。这边习惯嘛，所以照讲这不是这个问题啦，伊是要学，唔学有心要学，唔无安尼尔啦。啊，你若讲上网，即卖网络方便啊，你若这个字汉字不要写，你上网去查嘛查有啊。
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是，我讲这个以后，咱以后有人会去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这一系列的内底有一个私下的问题，有要讨论到啦。我想咱今仔专门来讲这个语言的这个多语言的族群。嗯，这是我是讲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嘛一个进步的社会，较有这个多语言的这个环境安尼哈。啊，咱若有要去学的是，自然就无什么大的困难啦。嗯是，听众朋友，你安尼听，你会感觉讲，哦，安尼咱免惊啦吼。你会当吼，因为咱的教育都对于这波波摸摸来嘛吼，啊，所以呢，你也个透过呢，咱这套，老师这套，咱爱讲是就这个，咱讲教会的这套呢，也是咱有另外一套，而且名称会当来学。这本来伫百外年前的时候，有一挂通告诉咱台湾，伊就创一套做白话字啊，一套白话字，伊讲做罗马，就是罗马字啦哈、啊。啊，以后因为一挂罗马字，伊都有淡薄啊，无多较歹去处理啊，所以咧教育部有加去创一套，主要是以这个做基本做一套啊。啊，这嘛已经网络达拢有人，有加过人拢知影啦，就知有这套。啊，你就去个伊。唔是讲足歹学，足紧学啦，足紧学。不过你若学晓，最绝对学晓啦。啊，你着迄个，即套迄个用就好啦。啊，一用汉字，照一寡迄个专家教授伊的统计结果就是讲，你若用汉字加兼用这个罗马字、白话字哈，安尼来表达台语上紧。是哦。安尼吼，所以对老师吼，陈宪国老师吼，陈宪国老师咱讲一下吼，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心肝会较知一些。咱吼对于这方面要安怎去研究，当然咱下半段呢，也过会来讲。啊，不过透过呢，陈宪国老师咱讲吼，大家都拢爱晓一个做一些实践。啊，这实践呢，其实啦，唔是吼讲一定你都爱会晓讲会晓写了后，你家己你的家庭。的生活，才会使讲这个代志。我是感觉讲，咱对家庭的教育，对讲开始吼，啊，囡仔也要讲，尤其是嘛电视剧吼，这偶像剧老师你有感觉无？这偶像剧吼，因讲代志，因是代志演员呐吼，但是迄讲的迄个代志吼，迄、那个音嘛拢会走音啊吼，讲者因对这心吼，心吼，啊迄个口音，啊，佮有一寡个口音，拢会安尼那从安尼偏去吼，啊从。这种呢，都是需要透过咱的这个、教育部这套的台语文的，应该是讲也音标晓，要哪讲？音标，哈、哦，音标安尼来学。那、哦、所以呢，大家呢，希望听众朋友呢，透过咱即马是一个开始呢，和大家有一个观念，都、就是咱要哪来教这个这个、台语哈啊，这方面的呢，透过咱一挂有经验的教授老师哈啊，这个来达人讲啊，安尼呢，到家呢，各位听众朋友听了唔知是安怎哈，可能呢，你感觉会使呢，阁继续要阁听啊！我们呢，在下一堂课呢，咱你阁请吼，这个周老师吼，阁来咱讲啊，周盈成周老师啊，对于来讲呢，咱来问讲啊，这些台语文呢，伊呢，安怎去实践吼？啊，有当下呢，伊本身是不是都会晓讲台语啊？啊，这方面呢，咱阁来阁做研究啊。伫第二段呢，访问了周老师以外吼，咱事后咱。在第二段还会再做一些讨论，所以大家休息一会儿，喝一下茶，稍等能够继续收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袁小迪，阮小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3 绿色和平广播电台。新妇的哎呦，气色越来越好呢。拢嘛是靠妈妈的基金啊，好啉阁无加献味。妈，你哪遮厉害？我哪遮厉害？这是全国上大的情谊蛋品所做的幸福的基金，用阿里山山药的放山老家母提炼，无加水，阁无加中药复方，免烦恼的金属中毒。所以才会保存上纯正的古早味。对啊，人因为饲鸡、铁链、包装、配送，拢嘛是一条龙作业，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当然是品质上好咯。安尼好，啊，新妇啊，还是要安好啥？我买幸福的基金来孝敬妈妈你啊。哦，感恩啊！上大心的礼品，幸福的基金，2973-0409，2973-0409。专人给你送个护胸哦。您知道吗？
孩子越早近视，越容易成为高度近视，可能产生早年性白内障、视网膜剥离等，甚至失明哦。亲爱的爸妈，请多鼓励孩子每日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多接近大自然。小朋友要注意，用眼30分钟后要休息10分钟哦。珍爱好眼力，打败恶视力。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这些和平拯救广告 TOP， 咱是台湾唯一感情第一，咱的广告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广告 TOP 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这些和平真实有感情。哎，李小姐吗？这里是健保局。昨天有人拿你的证件来领取健保补助金哦。我没有啊。哦，没关系啦，我们会请检察官跟你联络。我是林检察官，你已涉嫌伪造文书，基于侦查不公开，你要到楼下超商收取传真，我们要监管您的账户。我们是台北地检署官员。接获疑似诈骗电话，应向相关单位或165查证。公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通知，也不会以传真公文监管账户哦。聪明多一点，诈骗滚天边。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耶、yeah! ！各位病菌弟兄们，虽然水流很大，但是只要人类不用肥皂，我们还是有机会撑下去的。加油，加油！啊，首领，大事不妙啦！人类开始用肥皂啦！大家镇定，只要他呼吸不超过20秒，我们还有机。已经超过20秒，没机会啦！洗手请用肥皂，搓洗超过20秒，好习惯打败坏病菌。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我们是在这在等待，陪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三的电。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这生活，我是吴淑芳。啊，咱今日呢所要讲的都是咱多语言的台湾社会哈，啊这么多哈，语言哈，刚好到顶做这个副标啊，所以呢来看这个语言是啥物，所以今嘛呢，咱阁继续，因为拄啊呢开始的这条歌哈，啊真好听，所以咱也阁听无够，阁来一解哈，啊阁唱啊，咱听众朋友来听，好开始。大家好，我是丹妮啊。副车这条歌是李庆华老师所写的诗啊，伊真特别的所在是这条歌是老师结婚的时阵写给因太太的歌啊，原本是用华语写的啊。10周年迄天的纪念节迄天，伊甲这条这首诗华语改做台语，啊，佮送给因太太。我刚刚听到这感觉就浪漫的，所以我就想要甲这条这首诗甲伊谱曲。做这条歌，希望大家喜欢。
咱等你个第二届个来唱这条歌，愈听真正愈好听哈。啊，有机会呢，咱这会当呢，啊，录成哈这个 CD 啊，咱哩后后届哈，每届诶这节目里面会使来做一个片头。好，啊，讲到这呢，听众朋友呢，做一个会当打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就是咱这届所做的就是做花酒台语哈，大家做花来听秀。守护咱台湾的母语，那这个大标题里面呢，还有八个主题啊。这个呢，会当做这是我嘛爱感谢啊，咱苏世雄老师啦吼啊，还有呢，咱一寡呢，因为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其实是什么团队以后，咱的节目拢会来介绍吼啊，都、就是讲因底下吼，安、啊、怎去纠结代议吼啊，所以因有一个简称叫九九啊，所以这个诶，这提纲诶，这部分呢，拢需要。所老师来做详细一个大听众朋友来介绍哦，介绍这八届的主题哦啊，今嘛就请苏世雄老师出场。拍摄哈，我是苏世雄。讲到这酒台语啦哈，讲起来有什么好笑啦？啊、本来是安尼啦哈，因为咱所知影伫这个日本时代，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阵，日语当然是官方语言，但是伊还阁无严格禁止讲学校。公务机关任何所在拢日语以外其他语言拢不准讲的，也无遮严重。到了战后，咱忽然间出现一个新的政策。以我来讲，我读国小四年的时阵，前三年无问题哦。到我四年的时阵，忽然间宣布讲，以后通通不准讲国语以外的语言了。哦，我用话个足忝的，哎，故事咱就讲过啊，哈，还卖个重复。即摆来讲多语言的社会啦，咱每一个人。自出世落来，伊都拢平等的。任何一个人，拢无应该受到歧视。尤其语言都是一个代表，凡是用军事、政治的力量强迫其他人爱讲某一种唔是伊的母语，这叫做语言侵略。啊，伫语言侵略之下，强迫要来统一单一的语言，这是真无人性的行为啦。所以咱即马要讲。多语言的社会，就是讲，无论是原住民语、这个台语、客语、北京话，甚至主持人拄则讲的，这几年也有外籍的新娘、外籍的老公，因本身的语言拢嘛爱较重视。啊，因为李庆华老师，伊有感觉讲，除了即阵强势北京话以外，其他语言吼，这个。渐渐弱势，渐渐吼，你危险。所以个人吼，会当吼，分别去拍拼。啊，其中咱较熟的这个台语，李教授就想讲，啊，招几个台语文界的好朋友，咱固定每个月是不是有一摆来集会，来讨论，来互相，来研究讲，要安怎让咱这个台语会当甲顾好掉，修好掉。吼、哦，文音甲白音的差别啦，吼、哦，咱咧讲九台语啊，吼、哦，咱这是白音，所以讲，阮有私下一个约束，每个月来聚会，都是要来九台语啦，啊，小可啉淡薄酒啦，啊是，啊，这个啉酒的酒，甲九台语的酒同音啦，啊，你较新鲜啦，吼、哦，啊，这回啊，先问主持人，给咱这机会哈、哦，咱共同策划一个大题目。啊，然后再分作八个小题，咱好好啊来讨论讲，要安怎来保守，要安怎来听受咱的台语。所以才定出这个主题讲，做伙酒台语，大家做伙来听受，酒乎咱台湾的母语。吼、哦，啊，希望未来还有七礼拜，咱会当分别七个题目吼，好啊，含听众朋友啊，做伙来发扬咱的母语的其中之一。好、哦，就是咱这台语。是啊，苏老师，谢谢你哈，苏老师，啊，咱讲遮清楚，啊，咱阁继续今仔个主题哈，这主题呢，啊，都啊透过陈宪国陈老师也安尼讲了，咱今晚讲啊，要安怎去做哈，啊，实际上呢，咱周银城哦，伊讲叫我慢啦，叫老师啦，伊只谦虚哈，可能是看我年纪较大，叫伊老师伊歹势啦，其实呢，老师你本身哦，有这样的专长，都是老师啦哈。所以说营城你也在南宫，那你如何安怎去实践啊、哦、这台语这部分。
是啊，其实吼，我讲第一方面我不是老师啦，啊，第二是为什么就是讲对我来讲台语是一个很简单的实践啦，啊，嗯。台语我是一个使用者尔，包括嘛唔是讲专家，还是讲安怎吼？因为我过去做记者的时间较长，啊，十几年拢做记者，啊，有一天我就想讲，那这新闻吼用台语来报，是不是应该是真正常啊？因为在台湾上那当然电视也是垃圾有一寡台语的节目吼，台语的新闻，但是就少嘛吼。啊，尤其写的搁较无，啊，我是两三年前才开始真正咧练习写台语吼，啊嘛，但慢慢迄落改进家己的发音啦吼。其实我今仔直接讲用台语讲台语的代志，几啊年前是足歹想象的，就是我细汉，我即马是四十几岁的人啦吼，我之前其实。尤其我住台北，细汉时阵真正是拢国语的迄环境啦吼。啊，当然厝的会讲，但是愈来愈，这种是好咧带迄主要的朋友嘛。所以其实真久长的时间，我其实台语是就袂晓讲。但是我感觉这几个伫咧台湾这物件，无台想遐困难啦吼。你只要有心。台语即卖英文、日文，即卖少年日文会晓的偌济，台语哪有遐困难？哦啊，所以我开始写这台语的新闻，吼，台文的新闻，伫咧公司的网站，我就开一个专栏，写逐礼拜，吼，逐礼拜写一集。用因为我过去就是国际新闻较有在写啦，吼，应该说是讲过去迄几年啦。啊，对我来讲，你。台语唔免讲，一定是讲古早啦，是讲庄卡的代志啦哈。你本身倒一方面你较熟哈，较有兴趣。其实我感觉学语言就是安尼，你去讲你想要讲的话，唔是讲跟他当作教材啦，是讲特别的什么倒一方面，倒一个语言就是倒一方面的功能，唔是。所以我既然以前拢我嘛有咧翻译嘛哈。用英语的册啊，翻做华语啊，所以同款的代志，小那袂当用台语来做咧。啊，台语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会晓讲的人搁较侪，但是会晓写的人就少啊。吼啊，像拄啊陈老师讲的，就是这几年其实我即马会当做这代志，是因为有一个基础伫咧。这基础是足侪人拍拼几啊十档的成果，就是。教育部已经有公布吼，算推荐的写法啦，汉字嘛有，罗马字嘛有，而且嘛有一个网络的字，但真好查。所以我写的时阵，自开始嘛是就袂晓写的，但是哪写哪查，即嘛说吼愈来愈紧啦。所以有这么多这好用的工具伫咧吼，其实每一个人你即嘛你即嘛想要写，你下一秒钟你就当开始。哦，这是我感觉这实践吼上重要，就是你开始去做啦。啊，这社会有足侪议题，咱足关心。但是我感觉语言这个物件吼，你唔免，当然政府的政策是足重要，但是每一个人即马若要去做，你唔免杀政府去做啥。你下一秒钟你要讲出你讲出你的语言吼，就是咧替这个语言出，互伊加较有力量啦。所以，这是在我会当做的新闻啊，我较熟，我来做这個，但是大家看倒一方面，倒一个领域啊，其实是真简单，会当开始去做的。安尼吼，那银城就是讲，你以往嘛曾经是在外面驻外记者写国际的嘛，哈，国外的业界新闻，对你来讲，你可以英翻中，所以呢，你得哦，你讲就可以，你想要做，下一秒钟你都会使去做嘛，哈。啊，你是自学的吗？差不多呢。你得写，你敢有去参加过什么课程啦、啊？这方面。课程有，但是其实不是，我感觉迄不是上重要的，但主要是
其实我感觉这是一个心态呢，因为哈、台湾，咱即马啦是要学一个外语啦，咱想讲啊，为零开始，哎，迄较困难，迄较困难，但是大家知影要安怎，要安尼做。不过台语，足侪人想讲啊，我会晓讲，所以啊，这台语本来就是用讲的，你啊，汉字写起来较奇怪，罗马字佫无像咱的文字。我感觉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啦，一种心理上你就先甲排斥哈。其实你若要学吼，就紧的，像拄仔陈老师讲的，迄、那个罗马字，其实真济啦吼，真济迄个规则拢甲英语嘛相像啦吼。当然话无同啊，但是你即摆学任何一个语言，拢有伊本身的。也写法嘛，你无可能用英语的讲，我发语就要安尼照英语的去写，要照英语的发音，迄个无多嘛。啊，咱那咧学南语、泰语嘛是同款啊。啊，台语本身是一个语言，有一套家己的规则，有一套家己的吼、字的写法。所以你若真正有一个学，我感觉是袂讲学袂起来，尤其即马我拄仔讲即马。学台湾少年人学日语的偌济咧，啊日语都学起来，日语就困难咧，我感觉。哦，迄是一个另外一种语言，跟咱都无关系。是啊，透过吼咱盐城安尼讲哦，相信听众朋友一寡少年朋友嘛，知影讲，即马学语言吼，已经比以前较进步啊。因为第一，你透过电脑、网络、网站，拢会当去找这资料。那甚至你要去教育部找这资料，以前都爱去到教育部图书馆，即马拢免啦嘛吼，拢网站。上面都可以去搜寻，所以对于少年朋友来讲，虽然讲你未要讲，也要讲台语，啊，讲未正确，那这个发音的问题，你就是多讲嘛，吼，跟你的长辈啊，加减讲嘛，吼，啊，加减讲你就会晓。所以这部分呢，咱个人呢，咱讲心动不如就是行动，马上要行动。所以第一点呢，要马上行动。你有感觉无？你今嘛也有小孩了吧？哎，我无，啊，今嘛少年囡仔都，可能有一寡少年囡仔个，今嘛念书的高中生啦，吼，因可能在因家庭当中拢讲这华语国语啦，吼，包括阿公阿嬷国语讲袂标准，伊嘛照常甲囡仔咧讲啦，因为囡仔听台语听无嘛，所以首先我请问哦，你若讲要定讲台语，啥物时阵爱去定学？当然啦，讲话吼，甲就是甲会晓讲的人讲啊。好、哦，你来去外国要学英语，要学什么语，你嘛是爱甲人讲话啊。其实我上好的建议是安怎，甲找恁阿公阿嬷讲。是啊。阿公阿嬷一定会晓讲。啊，第二个呢，甲恁老爸有讲，吼、哦，你就甲伊讲。啊，我呢，我是甲阮孙讲。我讲你讲台语，你讲国语我听无。啊，伊就讲，妈，我未晓啦。伊要讲我未晓，我讲唔是你未晓。哦，诶、欸，伊唔是他讲这句，伊讲我唔讲啦，我唔是你唔讲，是你未晓讲，哦，啊，所以呢，诶、欸，即马阿公阿妈吼，孙无找你讲，啊，阿公阿妈都爱找孙讲，讲啥物讲台语，哦，啊，孙来讲台语的时阵，伊有需求的时阵，你讲台语给我听，我甲听有，哦，用这种方式呢，可能呢嘛较趣味啦，吼、哦，这是伫这讲的，咱讲先也要讲，再来写嘛，是无？今天。当然是伫台湾是安尼啊，就是咱要学一个语言，但是这个语言阁唔是外语，这是你生活当中诶、新语言嘛。啊，但是嘛卖讲，干那讲就好，免写啦。你若主要要你一个语言要完整，一定是有写、有听、有讲嘛，有读嘛。当然。会当讲了后，你来学迄个罗马字是足紧的，足紧的。嘿，我之前阁有咧教迄个外国人讲台语，我伫正大有开两学期的，迄是美国来交换学生啦。是，啊，因是完全无，因是来读中文的，但是因为有一个选修的课，会当选别行咯，选台语有几样的。我为迄个日报开始甲教，因是足紧的，学会晓呢。是呵呵，所以即嘛即嘛诶囡仔啦吼，也是讲即嘛少年人真正这方面吼学落真紧，所以伫遮呢，陈老师啊，你安尼听听吼，你想看卖，你感觉吼，咱要安那鼓励吼，咱台语至少吼，你台语会讲吼，讲了都有兴趣了，伊一定爱去
爱去写出来，吼、哦、啊，即、这个进行即台语，台语啦，吼、哦，你认为讲要安怎去做，较会讲会好？就是啊，迄、那个咱即个系列内底有一个专门咧讨论书写的问题哈、哦，所以咱今仔是跟他讲讲哈。是啊，其实你拄只提起讲真侪人讲发音发袂出来哈、哦，其实啊，唔是发袂出来啦，因为伊袂习惯，比如讲，你讲有在讲心甲心，袂晓讲对无？讲心。啊，我讲啊，心你袂晓讲啊，无你讲迄个心婆讲看嘛咧、哦，心婆一定要讲啦。哦，是。啊，心你也做出来啦。啊、哦，好、哦，姐姐，你学用会晓的语言去教、嗯、啊，比如讲生也袂晓，生你袂晓，你就用一种伊的语言，伊会晓的去教的，比如讲牛同款啊，你牛肉晓袂？牛肉也会晓啊。啊，牛鹅伊就不要讲，啊，你讲牛，啊，就做出来啦。是，就是用安尼去教。其实啦，我是认为讲语言是要学二年啦。我是台南人，我以前我遐拢无客人啊。我伫差不多五十几年前，我就走去伫花莲遐，啊，迄个所在遐有真侪客人。我当客人学客话啊。哦，所以我客话嘛袂晓蛮讲啊。好、哦，我客话嘛袂晓蛮讲啊。啊，客人听我咧讲客话，伊唔知影讲我唔是客人咧。唔知道你是何罗啦？伊唔知影讲我唔是客人啦哈。啊，其实我感觉学语言，你若知影迄个语言，某种语言伊迄个发音的关键的时候，最好学不敢无遐困难啦。我底下我是学过德语，学过法语，学过英语，啊，学过马来语，啊，学过越南话。我学足几种语言，我感觉无甚物困难啦。所以我是鼓励讲，咱你若唔是客人，去学客话。好、哦、是啊，客人你免甲教，客人就只个讲咱的话啊。嗯，是、哦、啊，我鼓励讲咱的所有人啦，嗯，爱去学客话，啊、哦，慢慢去学客话、哦、啊。你学各种较侪种语言，绝对对你都有帮助啦。是啊，所以讲语言唔是讲的，你卖惊啊，卖惊讲唔对、嗯，因为咱唔是咱的母语，咱要讲啊，足水足准，那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啊。是，至少你有迄个心要讲的是。所以我含客人对着我足亲切啦，因为我含面讲客话啊。是是。所以我是咪讲讲较重要吼、哦，啊，你也要讲了，你来也要讲什么下时，拄好即周老师即、這个不这個、英雄吼，英雄我感觉伊即摆下会台语吼、哦，是不只老呢，伊即摆用迄、那个用台语去写即个国际新闻吼、哦，不只老呢。是是。其实啦，唔是讲你台语无多。做什么款的迄、那个诶工工课，不一定。我捌替公司哈，做过三片诶，即款迄个宣传片啊。比如讲，有一个乌面腊八啦，啊，有一个迄个清明上河图啦，啊，一个豆包粿啦哈。嗯，啊，迄就是拢全部改介绍做台语的。安尼吼，啊，再较记录出来。所以唔是我大问题啦，你是要学唔安尼啦？我是认为是安尼啦。好，安尼咱就讲唔是大问题，是你要学唔学，所以说简单的吼。啊，所以伫遮呢，拄啊呢，英雄呢，伊伫世界大贸的每礼拜有一届即写播即台语文的国际新闻的专栏，所以大家也是打那个世界台、世界台哈进去看伊所写的哈。那第二个呢，大家要开始学，也要讲，但是要学去呢，啊，当然啦，大家也是去咱即马三重社区大学，伫这暑假呢六节哈、哦，六礼拜啊，就上六节课。咱首先用老师呢，后礼拜开始哦，七月二十就开始开课啊哈，而且不用缴学费，这是三重社大底下开课，啊，你也在打三重社大的电话28559563啊啊。透过今仔日安尼，大家来开讲吼，各位听众朋友，你心肝可能会较安定。譬如讲，对我来讲，我就感觉心肝就较在吼，无啦。今仔要做这个节目，连续落去，我感觉讲，我对台语文会使讲，幼稚园阶段啦吼，所以拢真惊慌啊！听两个吼，盈成呢，这个周盈成呢，跟咱啊陈宪国老师也安尼讲啊，啊是你要学唔学啊？咱的苏谢雄老师这是做会。搬去学台语，这搁较刺激，较袂讲哦音标，爱台罗，啊要安怎，要搁上教育部的那个去查，足紧张。你先来遮学看卖，你就知是毋是台语遐简单哦。各位听众朋友，咱时间也到啊，希望呢大家呢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也非常这个感谢四位来宾来上咱的电台，咱下个礼拜再见。好，再会。再会。